下夜市的人气美食是它。2019台北夜市跳选 Top 10必吃美食，宁夏夜市获选的是下列哪一项美食呢 ？A. 蚵仔煎 ，B. 臭豆腐 ，C. 香酥芋丸。蚵仔煎。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，我对蚵仔煎没有印象。您对蚵仔煎有没有印象？是您对什么有印象？我看到跟我的衣服一样白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